媳妇是我的眼中钉，老身外事，只有我许配那不正为妻呀、啊。自从跟老头子成亲以后啊，俺老头待我亲，是我待老头亲呐、啊。谁知道亲来亲去，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那个脚了。自从老伴下世以后啊，我跟前撇下了一男一女，那男名本老，是女名瓦豆。与我而去那个媳妇是李世荣花呀。清晨起来，我让我那儿媳妇给我做晚饭，眼看天到这般时候，还给我端不出来哟。如其不然呐、老婆子我先念念经等他一会儿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老婆子我这一生一世哟啥都不好，我就是好念经好积德行善，我那心哟可是通善不嘞。哎，这家草开的心，奶奶都带他孙子亲，不是要带孙子亲，孙子是他的后辈人，但等本娘亡故了，孙子给他送的费那个阴曹地府老臣那心，嗨啦嗨嗨哟，嗨嗨嗨你哟，嗨嗨嗨我呀，嗨嗨嗨老乖，要念经嘞，念经的吗？哎呦，再念一段叫俺也跟着你说说。听见了没有？我那街坊里你的老太太们吃了饭没有事喽，老好听我念经不是？行啊，那饭没有端出来，现在有啥事再念一段。进到屋，咯咚咚，摸着阳火点着灯，灯看我，我看灯，看来看去一场空。半夜三更发一睁，搂住枕头当相公，那个俩眼哭的鲜鲜红。年轻人老寡不能行啊，嗨嗨嗨你哟。再念一段，那行，饭没有端出来，再念一段。啊，吃饭盆两头光，缺缺辣椒，缺缺姜，辣椒辣，姜味长，念经就比那做个强啊！嗨嗨嗨，你哟嗨嗨嗨说呀。这吃饭不叫吃饭了不是？
中三年说三年说一根拐杖一根一，这根拐杖当利器，两根拐杖两根两，这根拐杖比儿强，三根拐杖三根三，我这看见媳妇八连翻，四根拐杖四根四，媳妇是我的肉中刺，那个五根拐杖五根五，我在世上老受苦，那个六根拐杖六根六，我给家里织满屋，那个七根拐杖七根七，我给家里师傅的那个八根拐杖八根八，我给穷家三六八，那个九根拐杖九根九，卖出棺材顶住。那个十斤肥肠，十斤十两，卖进黄豆，再不提呀！嗨，你又嗨，这呀嗨嗨，哇嗨嗨嗨！哎呀，我说小贱人，饭做好了没有？爬出来吧！啊，来了！听听那傻瘪声儿。好吃了啥话不说，不好吃呀，我饶不了你个小贱人。哎呀，烧死他娘那个嘴了呀，呸，我这小贱人，那小贱人，你做的甜不甜，咸不咸，肉丝生青菜烂，鸡没葱油没蒜，香油少味不串，你说你做的他啥饭，哎，快，哎呀我吃我的娘。洗碗清茶，洗不出来我屁给你破了。哎呀！
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